那梁，随着那个量完之后呢，会有一个注温信息登记表，哈，哎，然后那个如果说第二次的体温是那个高的话，我们会在松松那边。给他准备了口罩，给他准备了那个消毒的那个湿纸巾，准备的那个就是手箱都有给他准备，有胶带。就考好就行了，不能太要求高了。我认为疫情过后一定要放低心态了，是吧？不能高要求，其实健康才是最重要的。